号，你上车的话，可能我们就这个导航直接就流转到你的一个车机里的状态，用我们车机进行导航，并且用车载的音响进行这个播放，让先下车。然后如果我们先，我们进行下车以后，我们导航会自动流转到一个手机上。那如果你天气特别冷，刚才是可能比方说一个驾驶导航状态，它给你导航的一个公路啊怎么走。那你现在到了个停车场，可能到具体的餐厅一个地方，你是需要步行导航。如果你先天气太冷，你可以把手机熄屏。我们除了手机的熄屏导航以外，我们可以流转到你其他的一些穿戴设备，包括手表等等。进行这些过程都是一个不需要任何点击进行的接触，只要能识别到你那个场景。